有什么办法呀？大侠，据我所知，这条路只能右拐，所以我们可以抄小路堵在坏人的前面。哎，赶紧走吧，走走。哎，胖妞，咱们就在这儿吧，我实在是跑不动了。不行，大侠要坚持一下，还要再往前一点呢。啊，走吧，我拉着你。哦。放我下去，放我下去。放你下去？不可能。你是个坏人。没错，我就是坏人，你才知道啊。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吵了，再吵嘴里堵上。胖妞，咱们都要干什么呀？当然是设置障碍啦。胖妞，你的意思是说咱们要把坏人拦住？没错，不过咱们两个人肯定是拦不住的。啊，不用担心，咱们有这个棍。胖妞，这个小小的棍也拦不住那辆车呀。这根棍肯定拦不住，不过要是他身上长满了钉子呢？啊，那他肯定跑不掉了。可是咱们也没有钉子呀。大仙儿，没有钉子没关系，咱们有粘土。胖妞，你的意思是说咱们要用粘土做钉子啊？大仙儿，你终于开窍了，咱们只要唬住那个坏人就行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咱们赶紧做吧。来，咱们要多做一点。行。哈哈，马上就要到了。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啊？带到哪儿？当然是带到我家了。我不要去你家，你个坏人！你说不去就不去了啊？这样就行了吗？还不行呢，大仙，咱们要把这根棍放在路中间。行，来，小心点啊。走走，旁边来。大仙，等一会儿咱们就能把貂蝉救出来了。